好，现在这边有一副扑克牌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它的内页是什么花色呢？来看看，这是一副没有经过排列的扑克牌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把它切个牌哈，好，切牌哦。好，切完之后来看清楚哦，这是数字完全不同的牌。首先我们把它分成三等份，一二三，三堆。好，那么在中间这边呢，翻出一张牌来，好，这个是方块六。那么把这个牌呢，把它盖起来，这个再把它盖起来。好，盖好之后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块六从中间推进去，推进去之后轻轻一弹，那张牌很快的跑到上面来，很奇怪哦，居然会跑上来。来看看这一副啊，一副很普通的扑克牌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再把它放在中间啊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想麻烦这位朋友帮忙一下哈，来一只手插到里面选一张，好，来打开来看看，哎呦，又是方块六点，哎呦，这个奇怪了哈。好，再把它放进去，那么你可以重复的再选一次啊，任意的选。当你手摸到什么地方，这个牌都会跟到什么地方，真神奇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牌啊，把它放回去啊，放进去之后呢，把牌翻过来。现在呢，我们只要在这个牌中间呢，先找出第一张六，好，果然出现了一张六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还可以变出第二张六，第三张六，第四张六，有这么多的六，你看看。好，现在呢，把这些牌啊，把它收整齐之后，记得使用前摇一摇，看看，整副牌完全的变成了方块六点，哇，真是太了不起了！怎么会整副牌都变成方块六呢？这是怎么办到的呢？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还可以把它变回来，来，仔细看。好，六完全没有了。